有花, the flower 花, 有草, the grass 草, 那谁喜欢画呢? 你喜欢画吗? 那老师也喜欢画, 但是蝴蝶特别喜欢花, 蝴蝶, butterfly, 蝴蝶, 那你们可以帮忙吗? 把蝴蝶跟花连在一起, 我们今天用的是蓝色, 蓝色, OK, 你们可以去拿蓝色笔吧, 呀, 蓝色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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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个呢, 我们也是画什么线呢? 我们画横竖, 横竖, 横竖, 准备好了吗? 好了, 横竖, 呀, 谢谢你们帮我们, 蝴蝶说, 好的, 再来, 红树, 好了, 那就是红色的蝴蝶到红色花朵, 蓝色的蝴蝶到蓝色花朵, 这里也是啊, 黄色蝴蝶到黄色花朵, 红, 红色蝴蝶到红色花朵, 树, 白粉的蝴蝶到白粉的花朵，红，黄色蝴蝶到黄色花朵，树，耶，他们很开心啦，花花花花花，蝴蝶爱花爱花，那我们画画这横竖线的时候呢？ 千万不要忘记啊，我们先画横竖，横竖，好啦，那谁喜欢吃披萨？你喜欢？我喜欢。对了，老师也喜欢。那你们可以把一大披萨都一个人吃掉吗？ Can you finish it by yourself? 一大大的披萨都自己吃掉。不行，老师，不行，太多了。It's too many. 太多了，太多了。那最好就是跟大家分享，好不好? Sharing with everybody. 那今天我们要把披萨跟我们的朋友们分享。 我们要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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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
怎么切呢？切的时候我们画了横竖。好了，一二三四，这切好了。这个呢，横竖，这也是切好了。一二三四，这个呢，横竖呀，披萨切好了。一二三四，这个呢，横竖呀，切好了。那我们有五大大的披萨，我们切成每一个披萨呢，我们就是切成了四份。那一共呢有几个呢？有几块呢？我们一起吃一下好不好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呀，有二十分。那二十分，你们可以写二十吗？用汉字写二十吧，好不好？二
十呀，二十，二十，好的。老师真的很像是比萨啦。好的，到这里啦，再见，大家再见。